这个我们新住民哈，这个职能哈创那个创能中心哈，那么这个是一个非常重要，也是陈局市长非常重要的政策，来特别感谢哈我们相关单位的参与，能够在我们美丽岛站哈，那么成立这样的一个中心哈，那么不但呢哈，让我们这个美丽岛站呢更能够展现哈高雄的核心的文化价值，多元的文化哈。所以刚刚各位看到这样的一个舞蹈表演呢，哎，其实他不是从印尼请来的专业人员的，他就是我们高雄人所表演出来的，啊，这个非常非常不易哈。这个高雄呢哈，你看有了多我们这些新住民，这个文化变得非常非常的多元哈，而且精致哈，大家彼此在互相学习，互相哈这个来啊展现哈这个我们高雄市的多元文化，这是一件非常美丽非常幸福的事情啊。